好，最后再加两个乐器就好，很快。你们这边有一个 Simba，你们知道 Simba 是什么吗？高音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时间关系，其实这个，然后下面刚才加一个低音鼓，然后震震震震震，就开始会有动感的东西出去哈。